我们现在还是老样子，每一次等于是先来基础动作一样，我们先来哼节奏，对不对？哽慢慢快快，哽一拍，慢慢两拍，快快一拍，哽慢慢快快，哽慢慢快快，这个节奏你把它牢牢的到骨子里面去的，那个哽慢慢快快，这个节奏你到骨子里面去，你一定会把它跳好，到时候去合音乐保证很漂亮，都在音乐的节奏里面，对不对？歌声里面就表演出来。你现在是就想着管它了，想着动作就往音乐里面钻，出来的一定不好看的。好了，来，我们一起来啊，数三次，五、六、七、八，哽，慢慢快快，哽，慢慢快快，哽，慢慢快快，好 ，OK。我们来，第一小节，五、六、七、八，哽，慢慢快快。第一小节再来一次，五、六、七、八，哽，慢慢快快，好。第二小节，快快哽，快快哽，慢慢快快，好，老调，你再连起来，五、六、七、八，哽，慢慢。快快哽，慢慢快快，你第三小节，第三小节，快快哽，慢慢快快，好，我们第三小节啊，五六七八，快快哽，慢慢快。我们连起来三个小节，五、六、七，走，哽，慢慢快快哽，慢慢快快哽，慢慢快快。那第四小节，快快啊，哽。慢慢快快，还是要快快，一定要快快哽，慢慢快快，哽啊快快快快哽，慢慢。快快，好，我们第二三四连起来做，五六七八，哽，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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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一起来，再来，再来，大家都练，跟着一起练，不要把这一个小时浪费掉。五、六、七、八，哽，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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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现在我看。旧金山这一周，这旧金山上了，你们就快快还没有，慢慢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大家都没有问题，就是哽和快快，大家都就是节奏我看不出，不是动作不对，你没有让我看到这个节奏，要是让我看到这个节奏的话，
你们会很整齐，因为你们现在不整齐的原因就是不在节奏中，要是能够在节奏当中，那个整齐度就出来了。就像后面第二段大家都相应比较整齐一点，因为就比较慢，大家都而且节奏变化不多，都是一二一二。像今天应该前阶段有一个节奏变化的是空拍快快和一拍快快，其实好像是一二打一二打一二打和空二打，这往前走的时候空二打，这当中都是节奏的问题，就可能整齐。稍微我节奏有一点变化，大家都就不太可能整齐。为什么道理？大家都不去钻研节奏，只是把舞蹈动作学会。你们学那么长时间，一定一定切记，我们只有在节奏动作学会远远不够，只有在节奏弄清楚了前提下，我们再来合音乐，不要盲目的就是。一定是在节奏中的音乐。好，我们的快快，好，到了这边以后，来，快快快快，直，慢闪，快快，啊，快快快快，跟，慢慢，快快。好，我们一二三四五啊，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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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好一点了。A， 第三段，一，这是三啊。哦，缺了第四段，第四段我直接跳到这边报了，对，第四段一个跟，二三叉，我缺了第四段，第四小节我缺了，好，我们来第四小节啊，快快，快快，然后跟，慢，快快，这是第四段，我把不是错，是缺了，是直接跳第五小节，对不起啊，来五六七，我们一二三四哈，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然后再第五段报，好，我们再来哈。但是节奏，现在动作大家都，我刚才看了，有很多人美宝看不见，医生看不见，那个还有一个抱娃娃的，那个哭哭的朋友看不见，啊，上海的这几个看不见，你们一起跟着练，这就管他错与对，我看有的时候我会看那坚持，监控视频，你们一练我知道啊，大家的程度怎么样？好了，再来啊，我们一二三四五啊，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
梗，慢慢快快。好，我们第五段第六段是梗，慢慢快快。好，我们一二三四五六啊，大家都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哎，各位啊，坚持坚持再坚持，只要有你没空嘛，就是你最少上课的这一个小时跟着一起跳，五六七八，梗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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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来，又漏了啊，这是第几啊，缺了第六段了啊，是那个他啊，缺了，这是第五段，第六段又缺了，又跳到第七段去，五六七八，梗慢慢快快，哎，然后是，对不对？好，我们一二三四五六，说明很多人很认真在一起跳。你讲的错，你一定跟着在一起跳。你看戏嘛，你肯定错一对，你要跟你也没关系，你也不可能提出来。那好，我们一二三四五六，啊，第六段再来讲。第六段是，擦擦，这是第五了，梗，慢，先黄手再干，啊，快快啊，五六七。快快梗，慢慢快快，好，一二三四五六，五六七八，梗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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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梗慢。一二三四五六，好，最终来气了，快快快，梗慢慢快快，啊，这是第七段，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五六七八，梗。慢慢快快，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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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快快。好，大家都来，大家我来叫，我看大家做啊，只有看到四个人的视频，好也行，五六七，哎，准备好，五六七八，梗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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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第八个还没做，好，非常好，
大家再跟着一起做吧。我，你练，你练，你保证这每堂课练一个小时，我估计十几二十堂课下来，你花了30多个小时学一个舞蹈，一定会学得会的。但是问题是你每堂课做观众排排坐，拿个小板凳看，做吃瓜群众，吃瓜的，那你怎么样都学不会。你也很聪明，做梦当中想动作也没有，对不对？你保持一个小时练吧，对吧？有问题到结束还可以问。再来，五、六、七、八，跟慢慢。跟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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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非常好啊！好，我们的周老师那个动作是很记得住的，你很聪明，以前在上海学舞蹈你也学得很快，但是这一次我们的接触上一堂舞蹈你也在网上学，就是一定切记学味道，学了100个舞蹈，个个都是像跳一个舞蹈一样没有用，你一定要每一个舞蹈舞种跳出它的内涵。好，来，这个第八小节，跟慢快快，特别是最后一个动作，长长回来，马上啪嚓走队形，走队形以后就马上就换了一个节奏，跨做轮把。这很重要，最后一个动作，没有太多的造型，咵咵就进入第二段，因为你造型太多，没有让人家新奇感的话，这舞蹈不太会吸引人。好，我们再来啊，从头到尾，八个小节，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动作个个都能下来，还有谁不能完成的啊？哥哥，只要把这个动作节奏做好，你动作也会了。说明我教的那个舞蹈，只要认真坚持，哥哥大概一堂课没上啊，教练是，其他都坚持上，动作都能下来，说明就是动作，我编设计的动作。难度没问题，但是我这个教学的点节奏，其实我在国内的舞蹈好看，就是我有节奏。好多的这次你们去比赛的，我真看不到节奏。我要想帮你们做一个15秒的那个小视频，还勉强。要是有我当天去拍做一个15秒的那个还勉强，我要做现在像现在1分钟的小视频，我根本就无法入手。这舞蹈没有也差不多，动作和我现在编的没有比它的难度更高，也没有比它编的更好，我真的说不出我比它好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的节奏变化就会产生整齐度，当然我会有很多的
队形的变化会换得好看一点。其实也，我看看这舞蹈，我从头到尾三分多钟的舞蹈，我也看，队形变化也挺多了，也是挺好的，也说不出什么不好，就感觉心里就是蛮别扭的，就是从头到尾舞过来舞过去，舞过来舞过去，结束了以后让人家也记不得什么。还有因为当天有好多的团队，昨天好多的团队在那，还有其他的以前跟我说过的也在参加这一场我们是那个社区的比赛。好，我现在反过身来，反过身来，大家都跟着一起，好吧，一起跳，多跳，连着跳三遍，我连着叫，好吧，来，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跟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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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来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慢慢快快跟跟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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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最后一遍五六七八跟慢慢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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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我们就复习第一段到这边，我每次抓紧坚持这样拼命的练，我也想应该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现在我们来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呢还是节奏，因为我们套用了一个拱加加拱加拱加拱加加拱加拱加拱加加拱加拱加，套用了这个节奏，我们加多的是，加多的不是单一的轮滑，我们加多了好多的，包括声发各方面，还有变化的小节奏。前面，是两个八拍到三个八拍，两个八拍几乎就没有变化，然后到第三个八拍。今天第三个八拍，第四个八拍，今天就开始有变化，好吧？总共四个八拍，今天叫第五个八拍就有变化了。好，我们来啊，你先来练练，就是基本的第二段的拉丁的那种感觉，拱哒啦哒，拱哒拱哒，拱哒啦哒，拱哒，拱哒啦哒，拱哒拱哒过去，打一步。打过去，打收，打过去，打一步，打过去，打收，然后大家都跟着我玩啊，为了练练，练练快，就是一步并，一步并啊，五、六，大家都把屁股撅起来，啊，提臀，屁股撅起来，
我两斤咚哒哒咚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咚哒。我已经说过了，第一步，出脚放重心，放下的放重心。第二拍是移动重心加收脚啊，我们先练一个基本的，然后第三拍的时候换出脚，换放重心，然后换过来收脚，五两。回想动作，我动作基本上还会有错啊。拱哒哒，拱哒，拱哒，拱哒啦哒，拱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这是第一个八拍，对不对？啊，没错吧？右脚起步，啊，五，我们一起来做，五、六、七、八，拱哒啦哒，拱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好，我们加手，五、六、七、八，拱哒哒，拱哒拱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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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第一个八拍，第二个八拍，那我们来，拱哒哒，拱哒拱哒，是右脚啊，还是左脚？啊？左脚也加？等我们对了，哒，啊对，右脚，拱哒哒，拱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拱哒哒，拱哒拱哒，对不对？好，然后拱哒哒，拱哒。好，来第二个拍拍，拱哒哒，拱哒拱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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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第一段和第二段连起来啊，五两。七八，拱哒啦哒，推出，拱哒啦哒，推上去，拱哒啦哒，推边，拱哒啦哒，推过去，拱哒啦哒，推过去，拱哒啦哒，垫步，拱哒啦哒，拱哒拱哒，拱哒啦哒，拱哒拱哒。这是两个拍拍啊，再来一次，五。这是两个八拍，好，第三个八拍，拱哒啦哒，拱哒拱哒，拱哒啦哒，拱哒拱哒，拱哒哒停着，拱哒拱哒。跟这个，因为上次我一直没有太多的跟大家讲，拱哒啦哒，
拱大拱，啊右脚错了，是右脚，哒哒，停一拍，然后拱大，停一拍，五六七，哒一，好，对不对？三不动，哒四，这就好看，五六七，拱大，记住脚。拱哒哒，拱哒不动，拱哒就好看，对吧？一、二，停，四四，一、二，停，四四，啊，四四一，跟着马上就接出去了，四四一，二三四。这就好看，我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打一、二，停，打四，一、二、三、四，这就好看了。大家都我转过身来，大家都，你说，啊，一出脚。就在第五拍是八出脚，你说的是边上这个动作对不对啊？那打一，那打一，二，打三，四，看到啊？打一，打啊，打一呀、啊。打一、二、打三、四，看到啊？对，抢拍。这个先我把这个，先我把那个动作，就第三段的啊，第三段的，打一、二、打三、四。大家都前四拍，大家都再看一遍啊，五、六、七、八，打一、二、打三、打四，看到啊，五、六、七、八，打一、二、打三、四、打一、打一。打一上去，二三四，好，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打一二打三四，打一打一二三四，我再来一次，五六七八。打一，二，打三，四，打一，二，三，四，这样大家都看清楚了。我再反过来再做一次啊，五，六，七，八，打一，二，打三，四，打一，二，三，四。这样清楚啊，我们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三八拍，我们连起来做，正面做一次，反面做一次，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哎呦，我走出去了。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好，我稍微转过身来，快一点啊！好。六七八，打一打二
师，老师，大人，大六，大七，大八，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六，大七，大八，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我正面再给大家做一次啊，大家都跟着一起练，好不好？啊，大家都跟着一起练，那这样会好一点。那我也可以看见你们到底跳的怎么样。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我后一点，大家看不见这太阳。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一定要卡住，好吧？第四小节上堂课教的，是一打二，这是一打二，就这是一二二，哎，你刚。重新叫没有？你说哪一段？那你说，对，大不是。大五六，大五六七，三是停的，三是停的，但是这是这呢，就是我现在怎么样讲呢？就挺难讲，我想办法要讲清楚，这不是停在那边，停在那边是空一拍，那很少的，就是一。二三打四，就是我把拖的时间拉长到一，就等于是像一二三打四，就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在标准的讲呢，就是一二停打四，但是我跳的时候，我一定跳不会这样停的跳，就是我把拖的这个。第一拍拖的时间是往后靠，还在运动当中，就拉多长一点的，就是打一、二、三、打四，打一、二、三、打四，这样看清楚啊！你把它拍下来，我再跳一次，你把它。你一边教拍子，你一边教拍子一边跳，动作没问题了。一边教拍子，
我看到了，你现在这样跳和我跳的呢，我们探讨这个动作，你也不难看。你现在跳成了就是一、二、三打四，三和四，你就是把它平均了，就和第一次跳的就是。不是后半拍，不是后半拍。我跟你讲啊，音乐分 one and， 就是我一拍里面其实是分四拍，不是 one and one， 应该是打one 就是四分之一，抢到四分之一，你理解吧？打一，哎，不是一半。四点五触角是4.75触角，4.75触角，那这样讲，就四分之三的时候触角就是抢一点点，我现在做 one two three four 一，就是抢，就 one two three four 这一拍里边，我们要把它割成四个。但是呢，这个有里边有一点难度在，这个难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要是4.5四搭出去，四搭一，这个又不好看了。这，就是你看美国的爵士舞都是就是突然之间抢，其实抢是抢了三分之一，一，啊。这一拍也是那个四打一的四，那个一二三四一四一四一四打。对，不是在五前面一点点，不是四后面一点点，是五前面一点点点，就是休止符号一样，打四，打四，对吧？打一、二、三，打四，对不对？打四，一，打四，一。这样就是不是正正好好一，这个就是你哪怕跳到正正好好一呢也不难看，你把这个四拍平均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不难看，你基础的就是拉丁舞，比如说开班的时候，他今天我要教拉丁舞的一个双八的那个交叉步，双八今天的八拍应该叫双八的交叉步，他同样的道理，他和这个也是抢拍，所以拉丁舞不是挺好跳的，就找到一种感觉。然后我们今天先赶快复习第四个八拍。现在这个弄清楚了吧，陆岩？好吧，这个没有问题，试下的再弄，大家都现在有点停下，试下的再弄，你待会或者是微信再给我再单独的跟你讲。好，我们现在是第四个八拍，是 1 and 2 1 and 2 3 and 4 5 and 6。我打好，这第四个八拍，一打二，三打四，五打六，七八。这个里边呢，今天要给大家，因为没有交作业嘛，我也看不到大家。
这是文言兔，不是三连音。大家今天待会我会加一个三连音，这不是三连音，不是哒哒哒，不是哒哒哒，变成蹦巴巴蹦巴巴，不是三连音，不是华尔兹的一二三一二三，不是三连音，它是一 ，n 兔，就一哒哒，啊，就是一是一拍踩准。然后打二就是抢二，这不是三连音，千万待会我会教一个三连音，但是今天就是第四个八拍这个动作绝对不是三个，绝对不是三连音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five and six, 啊，七八七。八是单拍单拍，其他都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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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定要跳到这种感觉，好吧？来，我们先来教，然后待会儿我再。把手配上去啊！五、六、七、八，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七八。好，我们一二三四四个八拍，我们连起来跳。五、六、七、八，一、二、三。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我反过来跳，五，六，七，八，一，二，打四，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再来一次好啊，我们今天就抓紧教新的，新的有复杂度要比原先的。我再讲述一下最后的第四个八拍好了，上堂课的我再讲，因为没交作业嘛，我总是认为大家都还没有高度。勾哒哒，这个重心啊还是留在前面。大家都看好，我侧面给大家看，嘣，啊吧，看是重心留在后面，重心留在前面，啊，这样才好看。一、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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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重心留在前面，啊。一打二三打四五打六，一定要收腿收腿收腿，这样就好看啊。我再来一遍，今天就教新五六。
去，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六，七，八，打，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这是我们叫的四个八拍，我反面再跳一次，五，六，七。今天要讲的前面四拍是三八五当中的两个交叉步，也是最基本的三八五动作。最基本的三八五动作。好，三八的动作，大家都现在是一打 n 一打，这个一。它不是抢拍，它是拖拍，是重拍起，重拍起抢，重拍起，它是这样的啊，是重拍起大，重拍起，看啊，就是一大 n 二大三大 n 四大。它是这样的，我这反过来做一次，你看，一大 n 一大 a 大，就是一二三四，它要 a 一二三四。一打二打三打四打，这个我吃过了，一打二打三打四，嘣，一打二打三打四，有点难度，大家都去琢磨一下。一二，看到一打。弓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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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到四拍，还要起来。动作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前旁前，打打打。哒哒嗯哒，就是一哒嗯一哒，一哒嗯一，一哒嗯一，五个拍子是有两样的，五个拍子五个动作，这里边这一个交叉步里边有五个动作，就是蹲直。点蹲直，一
da and e da e da and e da 敦指点敦指敦指点敦指擦擦擦擦擦擦擦啊好再来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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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慢的慢的把慢的做好也挺好的啊交叉点交叉交叉点交叉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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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加加加好好爱说哎周老师啊那个意思有点叠有点叠哎但但是这个后面点的时候还是要顶起来还有一个不要赶大就说了就不对了扎扎扎就不对了还要哎还要顶起来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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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一打二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一打二三打四好双把的那个上次讲的是沙沙今天是讲的双把大家要一定要像划船一样的划船一样的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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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所有的手腕大家都记得我不做就是拉丁的手腕所有的手腕都是我们民族舞的古典舞当中的古典舞当中的老手、嗯、这个本来是这样啊然后起步然后起步哒哒起步就这样哒哒扎扎扎扎扎扎扎我反过来啊结束在这边结束在这边然后左脚一打二打三打四啊你做不好你做不好初学者你做不好就一打二三打四但是我刚才讲的原始的里面有一个顶有一个小发有一个叉叉叉叉叉叉叉要顶起来一个小发你找不到感觉你就一打二三打四好这也没错反正这样做整齐了也漂亮嗯一定要大家都因为我要把原原版版的双把的双把的那个概念要告诉大家好这是四拍这是四拍大家都看好紧接着一摇胯摇胯一二最后一个动作是三连音恰恰恰是恰恰恰恰恰好看好啊这最后的动作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这七打八到上面去捞回来你看你要手出去二手出去一二打三打四三打
这一个手是在边上，一个手到天上撂下来，整共二大三大四五一六七大八，把我连起来跳，连起来跳就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我再不过翻过来，不要着急啊！今天因为前面唠的时间长了，我这边讲解的稍微是短一点。最后结束是这样啊，七八，左脚上去，右手上去，一打二三打。四，对不对？然后五打六，七打八，七打八，最后跨一下这边，再来一次啊！五六，看见了，看见了，五六七。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我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有点难度，反正大家都拍下来，拍下来的传到群里面。我把第五个小节连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都可以现在可以听一听，因为现在跳也没太大用处，你拍下来自己琢磨琢磨，好吧？我从头跳。正面一次，反面一次，你们拍吧。现在可以拿个板凳看了，好吧？现在拿个板凳看，啊，看高兴的拍手机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好，我反面再做一次。五、六、七，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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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管怎么样，我很用心的在跳，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用心跳，腰很酸。
有什么问题，待到吃完挂看完了我表演，可以问。从看好啊，左脚我们接触的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左脚右手，刚才我好像讲过了啊，因为我你可以看我的从头到尾的那个直播视频，因为我会发上。一、大、二，右脚左手，三、大、四、大，然后绕手腕，双手，这基本动作，四。然后一个手在腰部，一个手在天上，掐掐掐，这样讲清楚了没有？好，明白了啊。在哇塞，两个。好，再有什么情况，大家都可以问啊。今天。就轮椅不要后面，是侧面，这搿能介就不好看了。轮椅听听，轮椅听听，侬现在是一、打二、打三，这就不好看，而且侬还砸身体。一，在自己的一个平面上，这急了啊！在一个平面上，理解啊？好，还在后面，你还是一。看到啊，记得啊，你教大家跳的时候千万一个平面你不对，你是交叉到后45度，你是到后45度了，我要到叫你到边上3点，平的，对，平的，好，平的，记得平的就好看，扎，这就好看，给观众看到一个面是很大的，千万不要后45度啊，千万不要45度，尽量不要侧，斜一点点，这是跳舞蹈都要斜一点点，对不对？正面都很少，这所有的舞蹈你总是要侧一点。对，拉伸一点，对，Lisa 讲的对，对，原地平面上走，刚才洛阳就是恰往前走，这样就不怎么好看，边上扎，边上扎，因为他有一个膝盖，大家都要是学过上巴的话，他有一个顶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一打二打有这种感觉，但是老师的我最早跟那40年以前跟梁毅老师学的就是一。我们中国的 disco 当初的时候也是这样跳，当初的上班就是这样跳，一啊，叉叉叉，这都是这样跳。好多我学过一些老的那时候那标准的拉丁舞双八已经有，当时双八就是这样，它是给，但是现在它还是这样没有变，但脚步。和膝盖它发展得很漂亮，对不对？这就标准化了，因为这已经进入马上进入奥林匹克比赛里面，它当然很标准化，因为体育它就讲究一个标准化。还有什么问题吧？没有问题，就交给 Q。